大家好，我是小胖啊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剑会的暴力对决。观战方是青岛栈桥啊，兄弟团队对战方是2008。那兄弟今天上的是一个双地府双神木配合一个狮驼，没上化身寺，选择上了一个骷髅狮驼啊，就是观战方这边队长位的这么一个狮驼领，只有2500血的一个骷髅狮驼。那对面上的是一个常规的盘丝武装的双峰，配合着狮驼领加神木林的组合，开了一把风阵啊，也是大克了观战方鸟阵 10%。 观战方第一回合直接将对面的化身寺点杀在地，但是呢前期啊双地府是发挥不出它的作用。双地府最大的优势啊就是它的那个双延长嘛啊，但是第八回合以后才会有零元，前八回合啊双地府不会给观战方带来任何的一个优势啊，没有任何的优势。哎，你看5600啊，队长为这个地府就直接没了啊，他就2500血啊，他主要玩的是一个移形换影的思路，用一个骷髅地府去换取对战方那种比较高的血量的单位，直接把他血就换空了。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，你要知道这套阵容他没有化生死的话，两个血神木的血量很难恢复过去。平时啊咱们看兄弟知道他老是舍身取义给自己的两个血神木啊，你现在没有化生死，所以给血神木恢复血量的最好的办法啊就剩下刺好啊，只有刺好。你说卡大金啊，他这个血神木血量太高了啊，那个卡大金啊卡不动，你知道吧，那你说一个大金加3000血啊，他根本就卡不动啊。不知道这场比赛兄弟这边的神木林啊调的是多少血量，他有的时候调的是30000血啊，你说卡进两个3000血的大金根本就没动静啊，没感觉，回个6000血还不到1/5呢啊。那观战方这边队长位的地府直接偷酒移形换营，换了10000，直接把对面武装罐给换空了，血雨往上一跟武装直接倒地，嘿嘿嘿，这还是有点东西的啊。就是现在没法去延长啊，这个很难受。尤其是观战方这边啊，如果是把对面化生死啊，就说八回合以后啊，把化生死点杀倒地，那小扫就是5回合，延长又能延长4回合，那就倒地9回合，那直接倒地就9回合，9回合以后呢，又能多得到一点零元啊，因为8回合得一次嘛，倒地九个回合肯定还能再得一点零元，那就再能延长4回合啊。但凡8回合以后观战方还能点到化生寺，那化生寺倒地就是13回合。啊，所以说观战方的优势期啊就在8回合以后。但是你要知道8回合以后观战方这边的点杀能力是比较弱的了。你开场的一波夜罗刹已经没有了，对吧，两个血神木的血量你又回不上去，你没有化身寺，所以那个时候兄弟想点杀的话会比前期费劲很多啊。但兄弟这边也是在不断的去尝试新的阵容，在有限的条件内啊，怎么能把他这一套阵容更加的去优化。再倒地啊，这回得刺好了。看看谁来刺。血神木刺行他现在不舒服的。啊，血神木刺好。观战方1-4速啊，速度全在观战方。血神木刺行他不舒服。因为血神木刺行完以后他就剩下一个血神木去输出了啊，你配合狮驼的话。不太好点死人。
啊，对面化生寺站起来，第一时间先给自己来了一手推拿，防止观众方这边二次点杀。那个移形幻影刚才的效果还是蛮不错的。再砍一个回春，换个小乌龟小丛，再点化生寺，这回点死就能延长啊，这回点死就能熬到第八回合。但是观战方这边现在输出是不够的，看一下这个血神木能敲多少血。血神木来3600，打不动对面，一把金青把小丛解掉，难受啊，他这就难受了呀，他输出不够。5700，就熊弟之前那套阵容的话，就我感觉已经是非常合理了啊，最起码是在他这个投资里边已经是相当合理的一套阵容。嗯，总感觉你换谁都不好换啊，你说你突然要加入一个新的玩法啊，你总感觉把谁替代下去都很难啊。那这个时候对面武装也站起来，观战方这边又得继续伺候阎罗令，想把对面武装怪刮死。哈哈，想多了啊，想多了。观战方这边第二次伺候换叶罗刹防伺候，化生寺可以继续给自己来一手推拿。哎呀，这队长位的地府啊，再投九还能接着移形幻影啊，对面叶罗刹被砸死，观战方继续移形幻影来针对对战方的化生寺，7300血，小丛直接挂，这一波可以点死，漂亮，化生寺倒地。那这样观战方就可以进行一波延长了。刚才给大家算过啊，这化生寺一倒地13个回合啊，倒地就是13个回。那9回合倒地的话，就是22回合才能站起来啊！22回合，好家伙！现在问题是熊弟啊，怎么去寻找第二个尸体点？点完了，然后呢？怎么去点杀第二个点？日月乾坤再套，观战方又要伺候，拉起队长位地府，一把延长先扔出去。有很多小伙伴问我说，熊弟为什么偷酒脚底下没有那个蓝色的圈啊，就是那个醉酒癫狂的状态，因为他偷的是蛇胆酒啊，啊，他偷的是蛇胆酒，所以没有那个醉酒癫狂的状态。为什么打符战大家都用那个醉生梦死啊，是因为蛇胆酒这个东西吧啊，它是会降低防御的，而且是永久降低防御，持续到战斗结束的。你偷一个蛇胆降一次防御，它是可以叠加的啊，偷一次降一次，偷一次降一次，持续到战斗结束。那伏战队它比较注重一些抗性，对吧，他们就不会再去偷蛇胆酒啊，因为那玩意儿它持续到战斗结束呢，那就太亏了。
兄弟无所谓啊，兄弟反正也没抗性。战敌加起靠地听，那现在挂不出去，小死亡。队长方倒了一个化生死，很难受，但是他的输出还都还在啊。一把天地，再来一个幻境术。哎哎，这白给。但是不影响人家的输出呀。被这两个风系给搞烦躁了，很尴尬呀。这样现在观察皇只能是挨打。兄弟是有御清的啊，他没金亲没罗汉，但是他有御清。有没有逆境啊？哎，现在可以直接换逆境了呀。看看兄弟这边有没有逆境宝宝。没有啊，没有逆境宝宝，他还是用药去解开了封印。人解尸陀，人解地府，再给你套进去。落花成泥，再控一个啊，有这两个风系在。这兄弟也挺难受的啊，操作不出来呀。对面要这么玩的话，也能熬到自己化生死站起来。时不时对战方也可以去打天地嘛，我只要不让你挂中小死亡，哎就可以了。摇铃铛，要把这个叶罗刹给他摇跑了。一切就骷髅地府啊，骷髅地府碰一下就死。对面化生寺站起来了，哎，化生寺，哎呦，观察方这个地府一直没延长，就观察方这个地府一直没有去延长，所以对面化生寺早早的站起来了。那你这双地府的意义在哪里啊？这就很尴尬了呀。摇铃铛，铃铛熊啊，化生死，救死扶伤，回回烧。这观察方打不了了。你看观察方这边点防御扔无魂，对面地府倒地七个回合呢啊，点防御扔无魂，混元散起混元散。其实观察方是有时间啊去扔这个延长的啊，但他一直没有扔啊，留着这两点灵元没用啊。一把慈航再救起队友。那你这叶罗刹没有观察方地府速度快，尴尬。两个血神木还能将化生寺打倒在地，可以。哎，这回你安安稳稳的延长吧。那化生寺这回倒地，如果观察方全延出去的话，如果全延出去，化生寺这是六点零元，加上五个回合，那就是十一个回合啊，十一个回合再加上二十四回合的两点零元。那就是十五个回合啊，对面化生寺倒地十五回合，正常站起来的话就是三十三个回合啊，就到三十三回合对面化生寺才能站起来。不过呢好像也没啥用啊，还是那句话，就是当对面化生寺长时间倒地的时候，观鸟皇并没有能力再次点杀队长方任何一个单位。
啊，就你不行了，你点不到人了，那有什么用啊？而关兆峰这边队长位啊，选择偷的是一个醉生梦死，你也偷蛇胆啊？你2500你要什么防御，对不对？不过慈航完了以后也是一个空蓝，空蓝也刮不出小死亡呀。关兆峰再换地听，这阵容还是有问题，还是有问题。哎，一把延长，一拳超人，但是呢，你没小死，能点死也行。能点死的话，啊，能点死的话，对战方没有化身死，他恢复不了上限。那关兆峰这边就能找机会把他直接点死。批武装，点死，啊，那武装上限恢复不上去了。关兆峰下一次再点武装冠的时候，啊，就比较的方便。但兄弟现在很难受啊，第一个是被对面封的很难受啊，第二个就是关兆峰两个血神木，血量特别的低，但是他又没死。啊，你如果他死了的话，你用慈航也能满血站起来，但是现在他是残血又没死，你又没化身死，两个血什么的血量恢复不上去啊，啊，那没血你怎么血雨啊？小死亡点石头连环击啊，除了连环击别无选择，但是对面选择控了关兆峰石头，关兆峰没输出啊。哎，这个一拳超人神用了，哎，一拳超人神用了，你没加战力好像也打不动人啊。哎，血神木倒地反而是好事啊，关兆峰现在就是没输出。挂了个小死亡，对战方试图满血。你，哎呀，这没化成死，两个血神木废了一半啊，废了一半。日月乾坤啊，一直盯着关兆峰这边的尸陀啊，又是一把慈航站起来，但是血神木27000的血量，他被套着啊，他被套着，还是动不了。人杰血神木，但是宝宝不配速啊，血神木还是动不了。谛听也直接被敲飞。那这阵容不行啊，还是有问题啊，还是有问题。嗯，来雪雨再带走一个。哎，双眼扔出去。啊，这个地方还有一点灵元，等到下一回合又有一点灵元了。啊，现在的问题就是对面的输出并没有断啊，人家的尸陀也在，人家的神木也在。啊，接着可以锤关兆峰。又是一把慈航，赶紧补点宝宝吧。对，补个千速，凝滞术，抢一下地府的速度，抢不过吧，有点难的。15000，风卷残云，刚刚慈航完的，那，又没了。就接着慈航呗。
这没输出啊，怎么的？嗯，再来一把慈航，慈航是无限的。现在关掉皇这边，哎呦，这现在点石陀点，那点不死啊！这个石陀，这两点灵元化身四，下回合就要站起来了，赶紧延长，对，赶紧延长，再给他延长两个回合。啊，这个地府还有一点灵元呢，还能再延长，啊，就一顿臭延长。无魂扔过去，看看这个地厅，前面那个地厅速度太慢了啊！把希望就寄托在这个无魂身上，把对面狮驼打残，却又没打死。狮驼中无魂，这个地厅哈出去了，有机会。毫无机会，啊，毫无机会。被一个幻境术啊，第一下直接把个地厅给反死，这就尴尬了啊！骷髅地府啊，就那种不点强身啊，不点强身、不点强壮的那种号。啊，这种号能玩到175也不容易啊。啊，这种号他是怎么熬到175的呀？因为那个辅助技能它是不可逆的，你知道吧？辅助技能是不可逆的。你点了就永远消除不掉。啊，就这个创号打第一天起，不点强身，不点强壮，你就硬打到要求，我都觉得他平时做任务都不好做啊！这，怎么熬到175的？结束了，哎，没法打了，拜拜。